公主。这蜡烛刚灭，怎么可能就睡着了？莫非二公主紧张了？谁这么讨厌？干嘛打我？睁开眼睛，看着我，不许躲。妈呀，这霸道的语调，他借着酒劲儿突然开窍了？莫非二公主害羞了？难道一切都结束了？真不该喝那么多酒。如此留恋，老娘的确魅力非凡呀。不如逗逗他。还没尽兴吗？我与吕渊，该你了。给本公主更衣。你我已不是夫妻，你无权要求我。好啊，随你。休书呢？本公主不满意。公子，用膳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外面谣言已经满天了，你也不管一管？什么谣言？就是莫府都知道了，二公主说对你不满意。都传到莫府了。看八哥这反应，难道这不是谣言？哎呦，这可坏了！去年兵部尚书之婿被说不满意，不出三日在府内无立足之地，更别说那前越郡主侧室，就因为不满意三个字，直接被……既能如愿，自不能苛求方士。
驸马，这是前院让我送来的补品。啊！把这都给我拿出去扔了！你又喝酒了？不满意，是这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三个字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没有啊，说什么？所以你不是不满意，是故意戏耍。我曾说过，人生而平等，为何女子可以休夫，男子就不能休妻呢？男子可以休妻啊。你，那就许我休了你。休了我？你把我弄醒就是为了休了我？我反复要求，你却闹耳边风吗？公主，皇上宣册驸马进宫面圣。